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嘉庆，上台一鞠躬。各位同学、各位老师、主任、各位家长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怎么那么多人聚集在这里啊？因为今天是2011年学生才艺表演，所以等一下又有要跳舞表演才艺。是啊。那我们真是迫不及待呢。听你这么说，让我们现在就先请我们的校长来为我们说几句吧。好，各位家长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！我相信我们的小朋友一年一度一定呢，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节日哈。那我先来问一下，我们今年的小朋友表现的乖不乖？乖。乖不乖啊？要从糖果里面看得出来。有收到糖果的举手。每个都有。哇，好，手放下。那表示你们今年也很乖。今天早上呢，有没有非常的惊喜？有，非常的惊喜。早上一来，校长就发现，哎，怎么上面楼上欢声雷动，不知道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去看了一下，然后发现很多小朋友昨天晚上正在老公来了非常多的糖果，那表示我们今年呢，是非小朋友表现的是非常的好。然后呢，也有很多小朋友，我看他好拿了一大把哈，那表示小朋友在今年的学习成果非常丰硕。那到每年到期末的时候，除了功课之外，才艺的表演那是不可缺少的哈。包括每个老师都教我们很多才艺，那利用这个机会，过年的这个机会呢，我们大家来聚一聚，来看各位的表演。那呢，也谢谢各位家长哈。都莅临来这边来参加这一个盛会，那我们小朋友这边掌声欢迎我们的家长啊，这两位。好，接下来校长就不占用大家很多的时间了哈。那在这边呢，校长祝各位小朋友圣诞节快乐，也祝各位小朋友新年快乐。好，那我们就交给主持人。谢谢校长给我们的勉励。现在我们要带来的，首先的是国乐团的舒婉琪与陈颖亮的《弯弯小镰刀》扬琴合奏，我们掌声欢迎。